你好，今天我们来听短文。李明喜欢画画。Today we shall listen to a text entitled "Li Ming Likes Painting." Learning outcome. By the end of this lesson, you are expected to listen to a simple text and understand it. 请听两遍。请注意听，李明很喜欢画画。开始的时候，他画得不好。在父母的鼓励下，他每天都练习。后来画得越来越好。现在很多人都来买他的画儿。他可以自食其力了。现在听第二遍。李明很喜欢画画。开始的时候，他画得不好。在父母的鼓励下，他每天都练习。后来画得越来越好。现在很多人都来买他的画儿。他可以自食其力了。练习，选择题，每一题听两遍。第一题，李明很喜欢做什么？李明很喜欢做什么？A. 跑步 B. 做饭 C. 画画 D. 打篮球答案C 画画。第二题，谁鼓励他练习画画？谁鼓励他练习画画？A 老师 B 同学 C
爷爷奶奶，弟，爸爸妈妈。答案：弟，爸爸妈妈。第三题，为什么他可以自食其力了？为什么他可以自食其力了？A， 很多人都来买他的画。B， 很多人不来买他的画。C， 很多人都来给他做饭。D， 很多人都来给他写作业。答案 A， 很多人都来买他的画。总结，请再听一次，这次会显示短文内容。李明很喜欢画画。开始的时候，他画得不好，在父母的鼓励下，他每天都练习，后来画得越来越好。现在很多人都来买他的画，他可以自食其力了。听力练习结束，希望你们喜欢这堂课。Hope you have enjoyed this lesson. 再见。